新人都站在我这了，生产者战士。预言家怎么站到加斯敏那边了？整那边还是要在不容易呢。这是你，这是谁？我这是药效还没发挥吗？就是晚上还是睡不太好，但是白天比较好一点。你好，你好，欢迎。这地方好酷，谢谢。嗯，这方面，这 OK， 什么意思？我们要打一次招呼，感觉好点吗？我的家当呢？别晃，东西都在原位置，改变有感知，哦，感知女巫 OK。屁的，感知魔法超酷的，对，但困不了你的人尊敬，为你的尊敬 ，OK。嗯，可以产生吗？我就只会这一招 ，OK。OK， 我觉得很有用啊。肩上的责任太重了。先跟他说风险。对啊，就是如果有女巫这种在造成心灵任何不平静的时候，他可以用感知让他们感到平静啊。告诉他真的。OK。那就算了吧。哦，我跟他讲真相了，所以他就走了。我觉得总要告诉别人真相的。OK， 我的选民印象还不错，生产者倒是有点难。但是，对，因为他也现在也在生产者中有点分量，应该是可以。啊，尤伊尼亚，我的导师。对啊，他只有口才好就是完美的政客，对啊。而且他如果把感知用在恐惧上面的话，其实是很令人畏惧的。OK， 你说什么？怎么会？你伴侣的人够凄惨，就让我做你倾听者吧。OK， 我还以为你会因为我感到羞耻或愤怒呢，一开始好像只是如此，但我和你几百年前认识那个女巫已经完全不同了。大概你所熟知的那一切都已经变得你记忆中不太一样，这好悲伤啊！但是算了，这里我最好的朋友让我觉得有点陌生。你的邻居让我们都变得不太一样，突然就和我亲爱的学生断了干系，我开始质疑自己是谁，自己的目标是什么。导师，我今天来这里是听你说话，跟我讲点不同的话。
这场流放让我变得更强大，现在有更多力量。虽然困难，但我做到了。现在流放目无记忆了。OK。人生不是用力量来衡量的，进步不一定是要质变强大，没有快乐是称不上人生。我知道，但在这件事上我无话可说，所以我还是相信自己这一切是为了某个目的而比较好。啊，我明白了。您怎么？那手机一跟他说我交给你，我当然会注意到。你知道吗？我一点都不后悔，当然我很高兴你看出你召唤他，我至少把这个交给你也是有原因的。有选择这么做的机会，哦，这是一个好导师。他为我感到骄傲。那时候决定要从政了。我想为创造更好宇宙尽一份力。以往都比较自我中心。OK。OK，他可以帮我在学者这边担保。OK，学者跟新人应该是。OK，哦，他没有注意到。他还是想要占卜。OK，希望不要有什么坏东西。更好的导师嘛，记忆跟教训。哈哈。我觉得披萨蛮可爱的。好可爱哦！里面魔力能在我。哦，这就是。梦中获得能力。所以我现在睡着了之后，我就可以获得魔力了。他刚才就编造这个历史。哦，这好复杂啊、哦。对啊，他应该早点跟我说。
嗨，咖啡，感谢订阅24个月，哇，2年呢。你好，我想看到你成地狱之王。地狱之王没有啦，会成为女巫团的首领，易容大师。我很喜欢他，我欠他一条命。OK，他确实是好人啊。哦，他的工作坊。是改变，哈哈，他倒退走，蛮可爱的。剩余16了，大好消息。OK，达利亚的情况。OK。我现在是偏高的，新人也是偏高的，战士是没有办法赢的，但是预言家倒也讲我应该要赢啊。OK。这个已经确认过了，预言家应该照也讲要保守，探索者我倒是，探索者去讲讲看好了。那卡是谁？哦，就是那个，他回来了。OK，确实。这次截然不同。因为你不介意他进一步测试你年龄，因为我看到收费了。这是什么？达米尔的遗体被他说是哦。OK，做得好。哎，再推广给生产者，因为他毕竟算是一个蛮好的推广者。啊，哦，过去的事情。最终将审视现实。你不是飞升了吗？
OK。对，你有想要让。沃图纳，醒醒，他们在耍你呢。那谁？沃图纳，我在，我在。发生什么事了？翻白眼嘀咕嘀咕，做梦走幻术。有人想要我飞升前的幻象，让我觉得不是女巫。一直要问选举有关的事。那他们得失望了。那假使你想要不是，那就好嘛。白费力气下葬也干得漂亮。OK。哦，好险，他把我拉回来了。战士应该是没办法了吧。睡个觉。收集能量。哦，读人口分析。OK，太好了。生产者再多拉一点吧。我刚才收集这么多能量，应该是可以弄点东西。
熬夜。得做些什么？默默奇异的叛乱。现在的情况是，就是他就是会赢，会赢的吧。哎呀，还有十轮，我该不会今天就可以玩完了吧？我一直梦到这个，宇宙诗人，哇哦！啊，手一直在滴水，这是我们能帮你做的事吗？还在下沉当中，太艺术家了吧？南极玛丽，我是守路人吗？很强大吧？所以有什么要支持你们？哦。氛围吧，宇宙诗歌。OK， 我就是新人会支持他了。我刚好都有啊。所以我要跟他讲嘛，好，有关人类史。OK， 火爆的腿哦，哦，他是新时代，难怪会变成这样。OK， 这也太酷。OK， 绿，
超 fashion， 现在手指在滴水，我以为他是就是超新的女巫，却不是，他只是有兴趣而已。一颗流星划过一瞬间 ，OK。OK。OK， 太棒！我写完一个诗篇了。一颗流星的位置，手部比较认真，现在不错吗？还不错吗？